我们两个穿情侣装了，接着看着我傻傻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哥。你说你是小凤，你说你是广西小凤，我是小凤。什么情况？你这个什么情况？今天把眼镜都戴上了。这个眼镜感觉像老太太一样吗？不是，那个风太大了，把我那个是沙子往我眼睛里面吹。老花镜啊？还是近视眼？近视眼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园博园门口啊。然后我们发现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小吃啊。小凤啊，这里我们发现很多小吃啊。我看一下小凤有没有他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呢看一下有的话就买一点嘛，然后我们边走边吃嘛，反正你也没吃午饭，是吧？先吃一点点东西嘛，好吧？我吃过午饭的啦。我们先过去看一下吧，走吧，走。烧饼啊，烧饼吃不吃？不吃。武汉狼烧饼，酸野臭豆腐，是鸡爪？不吃，你要买你喜欢吃的吧。买那个武汉狼烧饼也得。吃鸡腿啊？不吃鸡腿，上火。我想吃个武汉狼烧饼就得了。手抓饼？这里只有武大狼烧饼。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手抓饼。那也行吗？你这里有吗？这里有啊。手抓饼，老板。哎，手抓饼是哪一种啊？手抓饼。五种来。这个叫炸的。我要烧饼，我要这种手抓饼。你要什么炸的？有什么炸的？有鸡蛋，嫩肠。有鸡蛋吗？有。我炸个鸡蛋就得了。多少钱一个？6块。6块钱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6块。炸这些是6块吗？炸这个不止了。等一下，我就这个吧。这个啊，我等一下就。我这个是手抓饼是吗？对。他那个呢？武太郎烧饼。一样一个，试一下。6块钱一个。现在呢，我跟他两个一人点了一个，他点的手抓饼。我点的这个叫武太郎，什么武太郎啊？武大郎啊，武大郎，我说成了武太郎是吗？你加什么？加了蛋是吧？我加鸡蛋，加鸡蛋就得了。这些东西，我加个这个，加个肠，对，火腿肠，对，对。要鸡蛋吗？我不要鸡蛋，加肠就可以了。这个呢是武大郎烧饼，加点青菜，你要不要青菜啊？要啊，放进去了，我不要辣椒哦。手抓饼不要辣椒，这个要辣椒。哎，好。要番茄酱吗？要番茄酱。加。你要吗？也加。好了。沙拉要不要？沙拉。沙拉不要。我也不要。沙拉吃不惯。哇。找个地方吃呗。哇，那边开满了这个花。是，开满樱花，进去吧，不要门票的，走吧，走啊，进去看一下，找个地方坐着吃吧，吃完再转一下。还想看你手机呢是吗？这里我来了很多次了，我有这么好看吗？这个包挺好看的，我还是我人好看嘞。惹人心醉了千年。走，我们去找个地方坐着。前面那边正好一个桌子啊，我们去那边坐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这里。坐这边，小凤。好的。放这里啊，我是放这里。坐一下。这个是经常有人坐的，所以没有灰尘的。有吧，多多少少肯定有一点。吃啊，是啊，小凤，等下冷了，赶紧吃吧，冷了不好吃了。好吃吗？尝一下，小凤。你要对你自己有没有信心？对你自己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啊。辣吗？
不吃辣椒。嗯。我不吃那个有辣椒，我不吃辣椒。不是啊。不辣，不辣，嗯，好、啊，香甜甜，今天我在广东刚好吃这个，嗯，接下来呢，你有什么计划？名已经报了，嗯，第二步怎么有什么计划没有？刷题考试，嗯，刷题考试，你对我有没有信心？有啊，你眼镜都戴上了，眼镜戴上说明。十四站，嗯，十四站什么意思？我眼镜戴上是因为今天风太大了。多少度了这个？两百多度。一边200多，一边300多。加起来就500多吧。还要打散光。听说开车的时候要戴眼镜的，像你这种近视眼。真的吗？嗯。刚开始戴的时候很难受，这个饼还行。有点辣。你不？你不是不辣吗？有啊。嗯。哎，您考到驾照了，有什么打算没有？买车。啊？买车。买什么车？你给我买的，你说。45天，有没有信心？就是说，你别搞了一两个月、三个月了。45天，从我考过科一开始算吧。怕什么？科二、科三嘞？科四嘞？从你报名开始啊。嗯。从你报名开始啊，考科目一那天开始，本来就是啊，肯定是考试那天啊，从考试那天开始算啊，从你报名开始算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科目一、科目二、科目三、科目四全部算在一起的。科目一考试那天开始算。考到车之后想买什么车嘛？你要对你自己有点信心。不要，考不过。考不过我就买一个。无人驾驶的那种，不是自动驾驶，是无人驾驶。遥控汽车？不是啊，现在有那种车，你一坐上去，我去哪里，他就开车去你哪里了，叫你自己安全带就行了。这你都知道啊？嗯。在哪里学的？网上学的。是不是你姐夫跟你说的？我姐夫他懂啊。你姐夫那个车可以啊，又可以拉压，又可以拉。拉羊了，又可以拉人。嗯，算了，你就买你那个姐夫那个车就可以了。我姐夫那个车，嗯，好像是手动挡的。也有自动挡的，那种车也有自动挡的。我买一家拉压。嗯。创业啊，要干活啊。我姐夫有就好了。哎，他是他的呀，你是你的。我要买。我要买了，买比他的牛逼一点的。我买皮卡是吗？嗯。他那是皮卡车吗？他那不是皮卡车。他那就是个面包车。面包车？嗯。那后面有个东西啊。有个拖箱，那也是面包车。这样子啊。皮卡是皮卡。我姐夫那个车柜是你那个车柜？你姐夫那个车柜。真的吗？嗯。你姐夫那个车要10几万吧，应该。要10几万，我姐夫的车，嗯，怪不得我姐不给我开，我说拿他那个练手，我才不给你练了呢。要不要喝水？我先去买水，我去买水。要吃吗？不吃了，吃饱了。不吃我吃。你多吃点，多吃点肥肉。没有肥肉。害羞。嗯，盯着我看，哼。这里呢，就是南宁园了啊。南宁园呢，位于园博园的东北部啊，占地面积5266个平方啊。来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小峰，走前面。呀，动物园啊，这是。是啊。还有松鼠啊，这个什么松鼠啊，松鼠啊。这个什么是松鼠吗？我感觉像袋鼠吧，好像、啊、感觉有点像马又不像。哎呦我的妈，我要进去看一下。买水了。哎，点水。
来。